指讲，国立台湾文学馆叶慧珠。我在台湾文学馆当志工已经17、18年了，从92年他们第一次招募志工到现在没有离开过。起先呢，我是当展场志工，后来文学馆有招导览志工，那我也参加了导览志工。导览志工当然文学馆馆方会帮我们上课啊，但是我们为了要多一点知识，然后又带给观众更丰富的一个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会去上网去查资料啦，或者是去看书啊，这个都是可以增进文学的一个概念。